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佳人中国风经典和创新大奖时装类，有请获奖品牌 Lanvin、 Ralph Lauren、 Max Mara、 Brunello Cucinelli 上台领奖。祝贺四位。好，我们同时有请董洁、宋茜以及吴磊，请三位上台为佳人中国风经典和创新大奖时装类品牌颁奖。站紧一点点，然后请我们的摄影师帮我们拍下这张合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接下来。